罗某与贾某是邻居，罗家富有而贾家贫穷。罗某本想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贾家住宅，但贾某不肯。当贾某跟别人商谈的时候，罗某又暗中阻挠，使他们无法成交。时间久了，贾家的生活更加窘迫，不得已只好以低价卖给了罗某。罗某经过改造，使住宅焕然一新。新宅落成那天，罗某大摆盛宴祭祀鬼神，谁知他刚点燃纸钱，忽然刮起一阵狂风，把那燃烧的纸钱卷到了房梁之上，一时间浓烟烈焰骤然而起，火星烟尘四散。不一会儿，新修缮的房屋连同罗某的旧宅通通化为一片废墟。当房屋刚起火的时候，在场的人们争相扑救，罗某却捶着自己的胸膛阻止道：不用救了，刚才我在火光之中恍惚间看到了贾某已过世的父亲，使他怀恨报复引起了这场火灾，救也无用，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罗某当即请来贾某，真心实意送给他20亩良田，以此作为对贾家的补助，并立契约为证。从此罗某改恶从善，最后已长寿善终。